年前的今天，我们台北慈院呢启用了。那一年呢，是慈济的39年庆哈，也是呢慈济日，也是母亲节，也是活诞日，也是慈济人呐、都归来的时候。所以啊，这一天呢，就把它启用了。我们可以看到了留下来的画面呐、真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历史哦，每一个人的真心付出、虔诚的投入啊，从土地起德，而且呢，如何整地啊，如何呢动土啊，那样的点点滴滴啊，要从过去个讲来吼，那实在是说来话长啊。我们在工程的中间，921发生，知道哦，台湾的地震啊，这个威力真大，就想到了。我们工程，所以呀、赶快喊停，我们重新再来，如何呢？让我们的医院，假如有了地震啊，那在开刀中呢，也可以让它继续不受地震影响，可以继续救人的工作，还可以保护啦。在里面的病患啊，或者是呢工作人员，这都是重新再来的设计。所以我们有隔震呐、8年前企业的那一刻那样的画面呐、很震撼，震撼人心哦。希望我们的医疗呢，能在这北部呢，就是在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慈诚队啊，他呢前一天开始肚子痛了，可是他知道明天就是要起夜了，他就忍着忍着，结果呢，他就是。摸灯眼吼，那临家隔天呐、他就是地道，这就是慈济人，对慈济呢就是一心一次吼，连他的摸灯眼吼，他也要等着呢我们的启用的这样的第一道，好可爱的慈济人那样的用心用爱呀、哦，也很感恩院长啊、副院长啊、各科室的主任啊、医护同仁啊，大家呢用心用爱呀、经过了几次的评鉴呐、尤其是去年的评鉴，我们的慈济医院哈、也是被评为很优良的哦。啊，这个同仁呐、把这样的医院当成了真正的生命中的置业哦，立志的这个废命之家哦，地毁一家庭哦，那大家呢那样的用心啊，那的付出，看来感觉得很安慰啊，大家的辛苦，费了心血呢，汗水啦。都没有白费过的哈、看到我们这一大群的大菩萨医王们呐、为了病苦人这样的疼惜，凡是病人会接触到的，如何呢？提升病人的安全，如何呢？让病人的生活感觉有品质。这样的好、发明到很多种啊，安怎样好因呢？会当
请叫你平安哈，这都是呢用智慧。就现有的东西了哈，那我们去以最少的这个投入哈，然后达到最大的效用。当然，就像上人理念嘛哈，我们要一定要让患者安全、安心来这边就医。这种的智慧型的设计啊，各形各式都有哈，啊，听了真正是真安慰哈，而且呢。最安慰的，能这样的启发啦，为病人的安全健康来发挥哈，那就是因为呢，有和和互协，人人都是和心和气、互爱协力，彼此赞叹、互相勉励，这种的爱的能量呢，让它成就。知道大家的辛苦啊，啊，慈济人啊，大米呢在空中飞云林哦，香喷喷的大米哈，感受到的无不都是感恩。这种的爱的能量互相的触动，爱的能量不断的启发。所以呢，一片祥和，这叫做和和互协。这一股力量，相信要更上一层楼，应该有力量。你看到我们的医疗国际观，好几个国家哦来取经啊，他们呐、啊、参观了以后都表达出来很赞叹，也是说呢要把这一份的人文哈、哦，那就是带回他们的国度，提升了这种医疗人文，听了都很感动啊，很感恩。I have to say what impresses me the most is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caring that's evident in every aspect of this institution. The way the building is designed, the way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To try to bring back some of this message about how you treat not only the patient's problems, but also the patient's heart and the patient's soul. These are all the people we are here.用爱的累积呀、啊，感恩呢、啊，事业体各主管们、各单位的这样的守护岗位啊，守护健康与爱哈、哦，虽然是很辛苦啦，时间呢分秒都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不过呢，人人呐、啊、都是那样的甘。愿好，那真正你甘甜哈，哎，发心立愿哈，这样身体力行。哎呀，这个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说感恩，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大环境。还有呢，每一年的哈母亲节的这一天是。佛诞节，所以各地的慈济人都在不同的机关里哈去做义佛，哈、啊、都很温馨呐、啊。这都是呢，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日日都是义佛日，因为呢，我们自己心灵的佛，我们的人人本具有的佛性。总是天天要自我洗涤，涤心过哈，所以我们要天天说过的就是忆佛日，我们天天呢要感父母恩，所以呢母亲节父母恩重呢，我们要日日都要有感恩这个孝哈，还有我们要感众生恩呐、啊，那众生呢成就了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无不都是呢大社会的供应，让我们的物资无缺哈、哦，都是要感恩呐、啊。所以我们感父母恩，感佛恩，感众生恩哈、哦，
慈济呢，慈济日就是感众生恩，我们人人呢互相感恩，所以互相感恩是要时时，总而言之呢，一念心呐、骗过去、现在、未来，骗三千世界，总是呢无处不感恩哈、大家要为台北今天的8周年呐、为他们呢祝福，但愿呢未来的更上一层楼，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